哇，这都是鸡缸杯，但这公鸡缸杯，还带个茶托，一组十二个。十二个鸡缸杯，但这鸡缸杯不行哇，这还有一个小盘。这种粉彩吃东西是中毒的，这种粉彩盘子。这种东西吃东西因为上面含铅会中毒的，难怪那些中国皇帝那些生的孩子都傻乎乎啊，都吃铅吃中毒了。哇，看上面那个，这叫杨宗杯啊。真漂亮啊，大清雍正年制那个，哇，在网上你放那么高我怎么看得见呢，哇，上面还有个巨大的一个罐儿。